你这样的人不配做他的父亲。小罗，你要是杀了我的话，银龙会一辈子不原谅你的。 不会杀他的，你跟他不一样，你在乎我。那还真是把我吃定了。我不进去，是因为我知道是这样一个结果，可是我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。 江，我真的好难过。